两个在一起比较。那想说，如果是真的以实际上表演的话，那就会一个，然后就直接踩另外比较方便，不用同时两个一起踩。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听。Distortion 本身它的那个幅度很大，对 range 很大，所以就变成我觉得使用上就还蛮弹性。然后 Overdrive 反而它比较轻松清澈一点，所以有一种也可以像是 Boost 来用这样。我觉得幅度很大，基本上你能想到都可以用吧，从比较单纯的、比较爵士、比较纯的声音，就只是当一个简单的 boost， 到你要很 heavy 的那种 heavy metal， 我觉得 distortion 都做得到。我会把它加入我的那个效果器那一盘，所以基本上以后看表演的时候应该都会出现。最近其实都在忙一些幕后的编曲案子跟。帮歌手配唱、做剪接这些东西，然后当这些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我就会回到再继续做我的第二张，算是 EP 啦，先以 EP 来说。然后这张就是会有一些比较新的创作，然后也有刚刚弹的这首歌，就是里面其中一首歌叫做《冒险》。冒险就算是我想近期内比较 heavy 的歌，所以会用得到这些东西。